Christ, the good shepherd, shepherd your people into the ways of your righteousness, feeding the hungry, welcoming strangers, the least among us, your presence, Lord. As we partake of this bread of life, as we receive this cup, make your church a sacrament of your love. 时代经课来到基督复活后第四主日，福音经课是约翰福音十章一至十节。大公教会的福音经课呢，在复活后这段时间的安排呢很特别。一方面呢是以使徒行传代替旧约，在这几个星期里面就让我们从最早的信徒群体身上学习他们怎样在复活后的一段日子去实践信仰。另一方面呢，福音经课呢就回到去耶稣在未曾钉上十字架之前的几段的叙述那里，是回忆一下，似乎是要我们重新从一个复活后的眼光再回顾，看回头，重新去理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和所讲的所做的一些事情。约翰福音十章一至十节这里，耶稣以牧羊人和羊来到借喻，来到类比上帝和人，他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又提到呢，有些人呢假扮牧羊的人呢就其实呢是盗贼和强盗来的。今天我这一幅的背景的图画呢就是Lucas Cranach the Younger 在1540年，大约是1540年所画的 Christ as the Good Shepherd， 基督作为好牧人或者善牧。这个基督同人基督作为牧羊人或者他的牧羊的群羊这个比喻，就这个借喻对于历世历代的教会呢都是影响极其深远的。你只是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即都有牧师、牧者、牧羊、有群羊、有牧区等等等等这些形象，全部呢都是从一个牧羊的形象、牧羊的意象那里借用过来。事实上在历史上面呢，最早的基督徒群体他们用来代表基督信仰的标记是羊、是面包和鱼，而不是十字架。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统治的那个社会，十字架仍然是一个禁忌来的，即是没人够胆提、没人想讲的这个刑具，是吧？基督徒后来普遍用了十字架来做自己信仰的记号呢，应该是主后300至400年打后呢才开始是这样的。近这几年呢，就听闻呢有些人呢就对耶稣和圣经里面呢用羊来比喻人呢就觉得不太舒服，因为觉得好像将人呢描绘成一班是没有主见、没头没脑的任由宰割的羊骨这样，而上帝就高高在上、磨刀霍霍，教会自己说自己是牧羊的、是牧羊人的信徒，那就好像一班待宰的羊骨一样，那就大祸，是吧？其实这个理解呢是在文化上的偏见，我一定要讲，即是我们对羊的想象呢强加在圣经的里面。羊群心理、羊骨这些这样的讲法呢，其实全部都是一些对羊没有真正认识的城市人的想象，而不是羊的真正面貌。很可惜呢，这种这样的想象和定型呢就深深地就是已经植入了我们很多很多人 的潜意识的里面。最近20-30年呢，有一门发展得很迅速的学科叫做动物行为学 Ethology，亦都咧，佢里边咧呢个动物行为学咧，有涉及到对羊嘅研究，系带俾我哋咧对羊咧好多新嘅知识嘅。
呢度忍唔住咧，要講一句題外話，就係、是、咧，如果你去 Google 嗰度搜尋一下 ethology，ethology 嘅話，你大概咧佢應該咧一彈出嚟咧，會有一個 Google Translate 嘅結果咧話俾你聽，就係、是、話 ethology 咧中文叫做行為啊，叫做倫理學，全錯，呢樣嘢絕對係錯 ，ethology 唔係倫理學，係動物行為學。是一種專門研究動物在自然的環境裏面的生活形態的一門學科。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什麼呢？就是教訓我們不要盡信 Google， 正如好像不要盡信維基百科一樣而已。好了，言歸正傳，回來動物行為學近年的研究呢，有一些對羊的新的發現，發現到羊原來有幾個特點是叫一般人包括我在內是意想不到的。以下我點出了七樣我能夠列到出來的。第一，羊是群體動物而不是個體生活的動物，合群的能力是非常之強的，所以他們移動的時候咩咩咁成群移動的時候一定是成群移動的，是羊群的，是集體行動的，任何時候都是。第二，羊的互相依賴互相支持得很犀利，他不會自己接埋自己行咗去，他不會話哎有問題我自己行埋一邊諗諗，我面壁思過我自己搞掂，唔會咁樣，一定係互相依賴互相支援嘅佢。第三，羊嘅智慧一啲都唔低，絕對咧唔蠢嘅，佢哋會選擇同其他羊共同進退，佢唔會因為有某啲羊點點點點嘅緣故，佢寧願離群。佢離群，佢跟住大隊，唔係因為佢蠢，唔係因為咩咩效應，而係因為佢嘅群體性好強，佢選擇同佢嘅群羊共同進退，呢個係佢哋嘅特性嚟。第四，羊嘅感情世界非常之豐富，好 compassionate 嘅。有第五咧，就係、是、羊嘅視覺記憶咧係好強嘅，呢個真係我哋真係估唔到。視覺記憶好強嘅，佢能夠記得幾個星期前見過嘅嘢，包括佢見過嘅人嘅樣子。我都唔得啊！我幾個星期前見過嘅人樣子，即係一定係過目，唔好話幾個星期前，我過目即忘，記人樣係好差嘅。但係羊咧係會記得。第六咧就係佢嘅缺點啦，羊嘅深度嘅判斷啊，即係 perception of depth 係好弱嘅，佢唔善於判斷前邊個深淵嗰個懸崖會有幾深。因此就會成日出現一啲咧係集體跳崖嘅咁樣嘅悲劇，因為佢唔知道去到露台或者去到天台或者去到懸崖邊，究竟嗰度係十尺啊定係一百尺咧？佢係分唔開嘅咁樣，呢個係佢嘅弱點。第七樣咧就係羊咧係唔可以從後驅趕嘅，原來只能夠咧喺前邊咧帶領佢。嗱，世世代代喺中東生活嘅猶太人，佢哋見羊。養羊、牧羊，他們也都會食羊，當然對羊有第一手的恆常的接觸，對羊的認識一定比我們你和我這些現代城市人豐富很多很多。在他們的猶太文化裏面充滿了關於羊的故事和比喻，所以當聖經用牧人和羊來比喻上帝和人的關係的時候，當耶穌說自己是好牧人的時候，這班猶太人他們肯定明白耶穌是在說什麼，一定明白耶穌的意思。在約翰福音第十章這裡，耶穌關於牧羊人和羊的類比實在太精彩，精彩到一個地步是令到我們常常都會習慣了將它獨立起來，當它是一個獨立的篇章來看，而忽略了它的前文。即是说这一段耶稣的关于羊和牧羊人 的讲论其实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讲呢？但其实只要我们看回前面的第九章，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讲。其实耶稣是在针对法利赛人，还有是在骂人的。在第九章那里，耶稣医好了一个先天失明的人，众人就觉得很惊讶很诧异，法利賽人就接受不到，覺得這件事非常之可疑，何況耶穌他在安息日裡面做這件事，在安息日醫好那個人，
咁即係話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干犯咗猶太民族自古以來嘅神聖不可侵犯嘅法律。借用某啲而家某一啲人嘅思維，就會話佢係破壞法治嘅呢、這個人係。法理賽人認為你犯法啊嘛，你犯法點可能係做緊好事啊？冇可能，冇理由嘅根本。所以對耶穌呢一個行為係絕對不能接受，亦都覺得係絕對不可以妥協。他们会认为假如他们退让，法治就会崩溃，威胁到犹太人社会的稳定。于是情况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先天失明的人，因为他相信耶稣，他相信耶稣所做的事，相信耶稣的能力，所以他能够看得见。但是相反地，那些本来是看得见的人，因为他们怀疑耶稣的作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大能，反而好明显嘅事实，众所周知嘅事实，佢哋视而不见，盲嘅睇唔到，开眼嘅反为就睇唔到。嗱，我哋无需要话呢一班法利赛人开眼都睇唔到嘅呢班人，我哋唔使话佢咧系扮盲，或者话佢咧系装睡，亦都唔需要话佢哋咧系脑残。总之佢哋睇唔到就系睇唔到咯，即系播任何嘅理由、任何嘅原因，总之佢哋就系睇唔到。好啦，然后前奏完咗，嚟到我哋今日呢度第十章，耶稣就喺度指桑骂槐，继续落去嘅嗰段讲论系，耶稣喺度指桑骂槐，就闹啲法利赛人系贼，系嚟偷嘢，佢自己咧先至系嚟咧，令到羊咧得到生命，得到更丰盛嘅生命，而且根据约翰呢度嘅铺排，耶稣系连续闹咗两次。是第一節和第八節連續兩次說他們是盜賊，是強盜。這裡約翰用了幾個字眼是相當值得玩味的。第一個字眼就是盜賊 Thieves， 盜賊在希臘文裡面就是 Kleptis。 Kleptis 是什麼來的呢？就是一種主要是那些是鬼鬼祟祟的所謂鼠魔。現在年輕人可能不興用鼠魔這個字，我們的老人家即是老一輩的港式粵語就會說鼠魔，即是總之鬼鬼祟祟爆竊入你間屋那裡偷東西，那些就是 Kleptis， 即是說他不是明目張膽去搶劫，不是搶東西啊那些，甚至他是亦都這個 Kleptis 是會指一些裝扮成其他身份的人，假扮其他身份，假冒其他身份去騙取你的信任的，你可以說他是卧底，你可以說他是喬裝，但是最直接的說法就是他是騙徒，其實很簡單，是吧？騙你的，用假的身份來騙你的 fake 你的，這些就是 Kleptis。 第二個字眼就是強盜，英文就是 robbers， 希臘文就是 lestes， 是一班用暴力不惜一切来谋取自己利益的人，用暴力不惜一切的手段来谋取自己利益的人，这班 Lestes。 我对这个 Lestes 这个字呢，在对冠福音即马可马太路加福音里面的用法呢是另有理解的，不过那个呢就题外话就不讲了，即如果你曾经修读过我在时代学堂的某一些课程呢，你应该都听过我那个讲法。第十節那裡呢，然後剛才那裡第一節和第八節耶穌呢就說他們是盜賊 Kleptis 和強盜 Lestes。 第十節呢，耶穌就說那些盜賊和強盜來呢是要偷竊、殺害和毀壞。偷竊很容易理解，殺害啊，很有趣，原來約翰這裡用這個殺害這個字呢是 thuo。Thuo 即是什么呢？不是指一般的杀害，不是 killing， 而是杀来献祭，是祭牲，是 sacrifice 的意思。意思是怎样呢？就是说那班人，那班假扮牧羊人的人，他会不惜牺牲，不惜牺牲你来做他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来完成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就是要献祭，他就杀了你这班羊骨，就真的这班羊来到完成他的任务，即是做他要做的献祭，作为他的祭物。这个讲法，这个用字除了对应强盗 Lestes 那种暴力的强暴的特性之外，
亦都呼應住一個祭司嘅，或者話同聖殿嘅關係好密切嘅嗰種嘅身份。哇！原來約翰嘅用字用嘅呢啲字眼，原來下下都針住針對住嗰班咧死守住律法嘅聖殿當權派嘅，即係嗰班咧開口埋口都話喺度要守護法治。要守護現有制度的那班的領袖。耶穌在這裡非常不客氣，罵那班人是靠害的，說他們是。就是說他們靠害的，是扮成牧羊人，是講到自己怎樣怎樣怎樣正義怎樣正義，是說自己是守護猶太的律法傳統的，這班人是。是要確保猶太人的社會一切正常運作，是確保社會和諧的、正常的。但是其實在耶穌的角度裏面，耶穌的眼光就覺得他是犧牲你們的利益，甚至犧牲你們的生命，來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來完成他自己要完成的任務。而唯有耶穌自己才是來的，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即是說耶穌是要來 empower 你的，來 empower 我們的，令到羊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多的可能，有更多的更加廣闊的可能性，不單止是有經濟價值，不單止是等待屠宰去滿足其他人的慾望，或者為其他人的目的而服務，這個就是耶穌來所做的事，不是盜賊即是鼠魔咁样走去偷你嘅嘢，亦都唔系强盗，即系抢咗你本来应该有嘅任何嘅嘢。OK， 耶稣嚟系要叫羊得生命，而且系我哋嘅生命更丰盛，即系有更多嘅可能性喺我哋嘅生命里边。今晚嘅基督复活后第四主日嘅呢一个时代经课咧，就嚟到尾声。各位若是情况许可呢，如果你条件是可以的话呢，就希望你继续呢是支持我们时代经课啦。你可以直接呢是用透过 FPS 转数快，或者呢是直接存入我们的汇丰银行的户口那里。在你的收据上面呢，将你的收据呢 WhatsApp 来我们这个的 WhatsApp 的号码，就写埋你记住要写上你的姓名，同埋咧係話明支持時代經貨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唔知道乜水無端端俾咗啲錢我哋嚇。哇！你支持幾多好啊？唔緊要噶，你透過 FPS 啊或者銀行直接過户咧，多多益善少少無區。你十億我哋又照收，十蚊一蚊我哋都可以照收。FPS 咧係唔會抽水嘅，大家可以放心。即係你俾一蚊我哋咧，我哋收到一蚊；你俾十蚊我哋咧，我哋收到十蚊。你俾十億講笑啫，你俾一千蚊我哋完全收到一千蚊嘅。另外咧就仲有就係呢、這個社會福音嘅網上課程咧，聽朝一早咧10:30都唔係好早啫，聽朝早咧就正式開課啦。咁如果你有興趣係一齊學習嘅話咧，就歡迎你立即報名，而家仲嚟得切嘅。下星期日晚見啦。聽日個課程咧，就如果你喺聽朝9:30之前能夠報到名咧，都可以趕得切，我哋有少少嘅手續搞一搞咁樣嘅。OK， 咁啊，下個星期日再見。Christ the good shepherd, shepherd your people into the ways of your righteousness, feeding the hungry, welcoming strangers.The least among us, your presence, Lord.